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许福凯。今天呢，要跟大家分享呢，最近想要去的国家就是日本京都。那因为呢，日本呢，我去了好几趟了。那这一次呢，比较特别的是要带我的父母亲去一起游玩京都，然后呢，也安排了许多的行程，比如说看两个长辈穿和服啦，或者是啊带他们去逛逛神社。因为呢，毕竟我爸爸呢是第一次出国到日本，所以呢想要给他不一样的体验。希望这一次的旅程呢，会拍很多好看的照片，然后跟大家分享。希望大家也可以到京都去玩一玩哦。